真的，你们有被台风吓到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今天有看新闻，什么50年来只有6个台风，苏打绿演唱会可以遇到2个，哎，不简单哎，不可能连这个也要复刻吧？对啊，10年前谁上次有参与的？10年前台风也在的，哇，我的妈呀，这种天灾真的是防不胜防啦。对，那也很高兴就是这样，因为这样就刚好有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过中秋喽。想到说我们2次来上海的时候都遇到台风，你知道我刚刚有个想法，就觉得台风也想看我们演唱会，所以呢，但是因为台风要来看的时候大家就不能看了嘛，所以下次台风要来看的话，你远远的看就好哦，不要靠太靠近，远远的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。真的，我第一次遇到有人跟台风聊天的，对，真的很不会聊天的。我现在只要听他弹月光，我就会想起来我们第一次在小巨蛋的时候有月光啊，是吧？是那一次吧？嗯，对对，有就记得吗？没关系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中年人掉进自己回忆的漩涡里面了啊，出不来啦！这个漩涡太深啦，出不来啦！你今天怎么又有地板动作？我这个今天这个筋骨很不错哦。对啊，哪里来的？漩涡把我吸下去了。大家应该最近已经感觉到天气骤变嘛，觉得天气应该有一些变化，也应该开始觉得狂热的夏天慢慢的离开了。当然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就是秋天要来了，所以呢很快的我的秋故事专辑很快就要开始预购了。真的假的？已经要开始了，也太快了吧。我弹完了吗？我弹完了。你早就弹完了。为什么大家今天要疯狂的写 bass 啊？因为每逢佳节 bass 轻。每逢佳节 bass 轻。心仪今天 bass 轻吗？我跟你讲，心仪今天 bass 轻吗？一点都不轻， bass 非常重，好吗？从来不会轻过，好吗？好明显，你没有看到我的月饼吗？你的月亮超大的，月光光。有看到我的月饼吗？真的，你干嘛带月饼上台啊？枣泥口味的，对不对？是饿了吗？是不是很黑？还是豆沙包？很黑，对不对？很黑，很黑。豆沙口味的。哎，你这个身体需要好好调养一下。这是怎么样啊？哎，史大夫，这是怎么样？没关系，结束之后到我房间来。啊。笑，刚才小薇做了一个假动作，然后嘉凯就跳起来了。真的，我被放鸟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把它剪出来给大家看。因为真的太好笑，这个角度真的太好笑。